Bom. Hello， 大家好。五一勞動節快樂。係啊，咁咧今日咧有我哋 Milk and Honey 咧喺度同大家繼續開 live 啦。唔知道大家翻到屋企未咧？應該翻到屋企嘅，因為聽日都要翻學啊。翻工咁啦，但好明顯，我啲眼神已經表達到俾你聽咧，呢啲係會翻學嘅，跟住咧呢啲係會翻工嘅。係啦，咁咧今日咧，除咗有我哋 Milk and Honey 喺度之外啦，咁咧仲會有其他咧，可能大家相對定陌生少少嘅面孔嘅。OK， 咁咧不如介紹下自己啦。我先好，咪由 Alex 先。我咧就係 Alex 威姐，玩嘢大哥。係啦，嗱咁咧，如果你而家睇緊呢個 live 嘅時候咧，記得幫我哋 share 開去，我哋做少少簡單自我介紹，我哋就開始唱歌噶啦。OK， 好 ，Alex 繼續介紹。係，我係 Alex 啦，咁大家好啦。點解要？咁你係嚟做咩㗎？我係開 live 同埋唱歌㗎啦。係啦，冇錯。OK， 好，咁跟住好。係，我係 Stanley 啦，咁我。即係如果大家留意開 Milk and Honey， 我都知道我係負責做咩。我今晚都係離開 live 同彈琴啦。OK， 好，好咁前面兩個新少少嘅面孔啦，咁啊Lady First。Hello， 我叫 Christy， 咁我間中就會同 Milk and Honey 一齊去敬拜嘅。係，咁本身你自己係即係最叻係啲咩咧？我喺教會咩都做。哇！好叻啊！即係講道啦、查經啦、洗禮啦、掃地啦，全部都係佢。即係都有好多侍奉崗位咁樣，定嘅都會帶敬拜咁樣。啊 ，OK， 歡迎翻嚟。係啦，講到都講道，可能同小朋友同小朋友講。OK OK， 好，咁啊，跟住到你啦。我係 Alfred 啦，係 Fred， 你做乜嘢噶？我係唱歌嘅，而家喺度。OK， 咁你平時最叻係做啲咩啊？平時最叻搞 EDM 電子音樂，唔係不折噶你。通常都要寫下歌，把寫下歌。OK， 好啊。咁咧今日咧就有佢哋喺度啦，同我哋一齊唱啦，一齊玩啦。咁今日咧陣間都會咧邀請 Christy 又會唱一首歌啦，唔係佢自己寫嘅，但係我哋覺得佢唱咧好適合。咁另外咧 ，Alfred 咧頭先佢都介紹佢自己會寫歌作歌啦。咁咧你可以留意佢 page 嘅，叫做咧 Alfred Chill 咁樣咧。我遲啲都會 share 翻喺我哋 channel 嗰度。咁大家 click 過去聽咧就得㗎啦。咁我哋同佢咧都緊密緊合作緊咧，佢幫我哋編咗咧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嘅 EDM 版，唔係薄之薄之嘅，係好正嘅。咁我哋係啦，咁咧我哋好快咧就會擺上網咧去俾大家聽。咁今日咧首先帶嚟第一首新歌就我唔想講唔係我哋寫，但係係我寫，但係呢個版權唔屬於 Milk and Honey 嘅新歌，係啦。咁因為呢首歌咧，我就俾咗見道嗰邊。咁呢首歌咧就叫做《萬有要歌頌神》，咁啊送俾大家。你幫手唱。伟大，当欢庆尽力敬拜，来敬拜。主爱人已圣洁，主话过凡苦软弱，当欢庆尽力敬拜，来高举。万有要歌颂神，全地向主俯拜，高呼永。圣君主，万有要歌颂神，神荣耀降临这地土，要呐喊赞颂神恩。万有要歌颂神，全地向主呼拜，高呼永活我主救世基督。万有要歌颂神，神大爱降临这地土，要呐喊赞颂神恩，献上敬拜。
偉大。當歡慶盡力敬拜，敬拜。吉他已經搶曬我哋所有嘅聲線啦，係啦，咁咧呢首咧係一首快歌嚟嘅，咁啊叫漫遊搖歌眾神啦。咁咧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咧寫下啲歌咧，係即係即係喺教會崇拜嘅時候頭一兩首，即係攞嚟讚美神嘅作為啊，講緊神嘅做緊啲乜嘢啊，神嘅屬性係啲咩嘅一啲嘅歌咁樣。咁同埋多數係啲即係輕快啲嘅歌啦，咁所以有種歡慶慶典嘅感覺。咁咧即係細嘅慶典咧，好似我哋而家咁樣係又 OK 啦。大嘅慶典咧就係好大隊 band 一齊玩咧，又係好 OK 嘅。咁所以即係希望咧，大家可以點樣去用呢首歌呢？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去見道神學院嘅灣仔市區校園嗰度咧購買本廣告啊！咁樣咧就做啊！唔係淨係識咁簡單，冇錯，唔係淨係識，唔係我係作者啊嘛，係我父母係勸佢嘅。咁啊，買咗份譜，咁就可以用啦。即係除咗我首歌之外啦，裏邊仲有另外兩首新歌啦，包括咧叫做《走出曠野》同埋咧《榮光吸引》。《走出曠野》咧就係立志擺上嘅作者 DJS 門，因為佢哋三個人嘅。咁佢哋創作嘅一首新嘅歌啦，咁另外就《榮光吸引》咧，就係我哋一位神學院嘅老師，佢咧去寫嘅，絕對唔老土嘅，真係好正嘅，咁大家值得去睇。如果真係想聽下呢兩首歌係啲咩咧，咁咧你可以去見道新里程敬拜隊嘅嗰個 page 嗰度睇翻嗰啲 live 嘅 replay 咧，你認得我個樣噶啦，你見到我個樣就係嗰條片噶啦，咁所以咧就可以聽翻嗰幾首歌。咁今日咧你嚟咧？好明顯就係想聽一下我哋有啲咩新歌啦，係咪？咁咧，新歌先啊？啊，未，唱下舊歌先啦。係啊，都係唱下舊歌先。咁咧我哋過多一兩首歌啦，咁我哋就會唱新歌俾大家聽啦。咁睇下即係今晚開放一兩首點唱啦。如果我哋識彈識唱嘅話，我哋就唱俾你聽啦。係啦。好，咁樣咧，不如。我哋唱《重生》啦！哇！一嚟就挑戰，我冇諗過嚟打大佬嘅。嗱，呢首歌係咩呢？呢首歌咧叫做《我現已重生》。《我現已重生》咧就係Hillsong 嘅《Young and Free》裏邊嘅《This Is Living》入邊啱嘅冇咯，《This Is Living》咯，係咪？係啦，《This Is Living》係啦。咁啊呢首歌，咁啊 Canton Him Simon 就譯咗做廣東話啦。咁我哋之前咧都做咗一個 cover 嘅，咁咧 Alpha 咧都做咗一個 cover， 因為我哋做 cover 咧係acoustic 啲嘅，咁 Alpha 做嘅 cover 咧就係電子音樂啲嘅。咁啊呢兩個 style 咧都係 Hillsong 自己有做過嘅，咁所以 Hillsong 太勁啦，佢自己兩做曬兩個，我哋咧要分開啦，因為我哋唔係 Hillsong 啊，係啦。咁所以咧，而家同大家分享《我現已重生》呢首歌。再清楚認清一生理想，夢想都像甦醒，人生裡可跟你一起。
才找到新方向。藏在我眼是你爱极奇妙，无尽厚爱溢满我，年轻的心自由自在，无枉几多心跳。遥望那彩色闪烁金光，明亮了四周光线绽放，寻着你，我一生添上色彩。早已清一生理想，梦想都尽苏醒，人生我可跟你一起寻找到新方向。藏在我眼是你爱极奇妙，无尽厚爱溢满我，年轻的心自由自在，往几多心跳。望那彩色闪烁金光，明亮了四周光线绽放，寻着你，我一生添上色彩。绽放，寻着你，我一生添上色彩。Yeah， 我打大佬成功啊！其实唱呢首歌真系好紧张嘅咋，我系好攰啊。OK 啦，啊，年青人真系年青人，我净系睇到你条辫喺度揈啊，你做咩嘅指挥？系啦，咁呢首歌其实
其實幾好玩嘅呢首歌，超好玩。同埋即係如果即係我哋下次安排得再好啲咁樣 ，Alpha 咧可以玩下佢啲電子版，會仲正。幾時因為有啲電子，咁我哋插 M 啫嘛，係啦，係啦。咁咧點解我哋今日會聚埋一齊呢？其實咧我哋一齊練緊咧，喺5月5日咧，我哋咧會去浸聯會嘅其中一個咧青年人嘅聚會裏邊咧，去幫手大敬拜啦，同 Candon Him 嘅弟兄姊妹一齊。咁我自己都會喺當中分享啦，亦都會分享我哋 Milky Honey 嘅新歌啦。咁所以我哋今晚聚埋一齊練習，即係我哋都為著嗰日嘅聚會嚟去準備咁樣咯。咁啊，呢首歌咧都係會喺嗰度咧同弟兄姊妹一齊唱嘅，一齊打大佬，一齊打大佬，一齊添上色彩，揾大佬，一齊揾大佬，係大佬，冇錯冇錯。好，咁咧聽完一首。激激地嘅，咁我哋聽首柔和啲嘅啦。咁咧呢首歌咧就係我最中意嘅國家之一日本嘅詩歌嚟嘅。大家都如果有聽，即係如果我有聽我分享創作漫又要歌頌神之後咧，即係聽到就係我其實作咗日文版先嘅，係啦，漫又要歌頌神。但其實那些日文咧係，有唱嗱你下邊如果俾多啲心心，我陣間唱完呢首歌，我唱埋要歌頌神嘅日文版俾你聽。集氣啊！我要聽啊！OK， 好，我哋唱咗首真嘅日本詩歌，都係咧 Canton Him 嘅朋友咧，佢哋翻譯咗做廣東話版嘅，係 Jerry，OK，、okay? 係我哋非常好嘅朋友，咁我哋請 Christy 去唱啦，我見到好多心心啊，咁我陣間會唱日文版嘅啦。
上念记主的爱无休止，让我可以更靠近你，主啊，容让我可想得见你。是啊，我看到下面 Connie 应该答得啱嘅，呢首歌是是你打的嗰個日文字嚟嘅，應該係啦。咁係啊，係咯。因為咧嗰首歌個我哋而家中文譯名叫做《我學想得見你》，咁應該咧見到有個無字咧，應該都係啱嘅。你先望下係咪呢個？即係唔知無都。哦，係係啊，係啦。Connie 你好，多謝你，你幫我哋答啱咗啦，係呢首歌啦。冇錯，咁啊，走數，走數啦，日出日文版，萬有日文版。OK， 我記得好似新地泉嗰邊係冇唱曬全首嘅，咁今次唱唔唱全首？冇問題咯，你哋唱唔到噶，我驚唱唔到啦，得你一個唱到。OK， 嗱，如果覺得好聽嘅，記得俾多啲哈哈笑。OK， 嗱，識日文嘅。唔好話俾我聽，我唱咗啲乜嘢？記得記得，唔好話俾我聽。唱詞，轉低我。OK， 嚟咯。時間だけそこは必ず語れの。唱 jam 先，陣間先再翻炒啦，係啦。誒，多謝大家俾啲哈哈笑我。嗱，我真係唔識日文嘅，我最多淨係得阿呢個多嘅啫。我估啊，唔係，其實我睇日劇咧都識好多單字嘅。唔係，最重要係睇無面超人。嗯，係完。好啦，嗱，咁咧唱完誒呢一首歌啦。好，咁咧。我見到咧都有好多弟兄姊妹嚟咗啦，嚟去支持我哋啦。咁我哋一於唱咗我哋首新歌先 ，Milk and Honey 嘅新歌。咁呢首新歌咧，我哋喺啱啱又係喺兩個鐘之前，我哋定咗個歌名啦。係啊，係啦。因為咧，即係如果認識我哋睇開我哋 live 嘅朋友咧，都知道咧，我哋有新歌咧，我哋就會盡量去開 live 咧，嚟去俾大家咧嘗鮮。首先就係聽到我哋嘅新歌嘅。咁呢首新歌叫咩名咧？呢首歌咧都係 Alex 作嘅。啊，呢排我比較少產，唔係少產，小心啊！唔係 OK 嘅 ，OK 一個男性去講呢件事係 OK 嘅，係啦。OK， 咁所以咧就近排咧好多歌都係 Alex 作嘅，咁但我自己好都中意呢首歌，係啦，咁所以咧，我當我一聽到呢首歌嘅時候，佢唱咗個副歌俾我聽，咦，我即刻覺得好需要喺五月五號嚟緊嘅嗰個聚會裏邊咧，去作為一首回應我嘅分享嘅一首歌。咁呢首歌嘅歌名咧就叫做《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咁係我哋團隊。第二最長的歌名嚟嘅，係啦，第一最長的歌名是什麼呢？留言話俾我哋聽，你估下啦。第一最長的歌名究竟是哪首歌？但係總之呢首就是第二啦。OK， 好 ，Alex， 不如再講多少少個創作背景啊？
好啊，咁咪嘅，正如頭先個歌名所講啦，係好想、好希望神可以將佢意象賜俾我哋呢個世代。我覺得如果冇意象文變放肆，就會亂曬大浪。我覺得其實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好想做好多嘢，去係從自己角度出發。每一個人都其實睇嘅嘢都唔同嘅。咁但係如果神係真係賜意象，佢一定唔會淨係俾一個人、兩個人。我覺得就正如我哋好希望可以做多啲廣東話嘅敬拜，讓到下一代都用廣東話敬拜。我相信唔係一對 Milton 或者其他嘅樂隊一齊一兩隊興起，而係真係好多隊會同一時間興起，有好多嘅廣東話歌可以同一時間去祝福到依個嘅 generation 又好，依個香港依個嘅民族都好。咁所以就依首歌就係講緊神嘅意象。嗯，咁樣好啊。咁啊，喺 Alex 答問題嘅時候咧，我就將歌詞咧就 post 咗啦。即係今日咧，我哋個開 live 準備唔係咁充足。咁我平時開 live 會幾部電腦喺度，下下幾廿萬上落咁樣。咁樣，但係即係今日我淨係得一塊 iPad 喺度，所以即係我要睇住大家回應啊。咁又要就做唔到太多 post 歌詞嘅嘢。咁所以今日咧就爭少少，真係唔好意思。不過我覺得即大家都欣賞嘅，係咪？咁啊，純粹聽啦。但係呢首歌我覺得好重要，所以我特登叫 Alex 講一陣嘢 po 出嚟俾大家睇。我哋唱下 Alex， 首先唱下先。除掉黑暗。但乱世里充斥了颓垣败瓦，你可否听到我呼喊？你荣耀降临，号召你的子女同父心家，歌声在全地奏响，万世滚开，从黑暗世代里。绽放出光芒，覆盖这地方，秘掳得释放，黑眼今得看见，愿我心更新意念，听见你差遣。求主给这世代看见意念，世仰望你必有回响，请让我看见心力尽然奉献，能在这荒土中心作战，全是你恩典。求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愿我们兴起，国度荣耀属你，主光芒今统领这地，合一归你。你可否听到我呼喊？你荣耀降临，号召你的子女同父十家，歌声在全地奏响，万世滚世代看见异象，
战，全是你恩典。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让我们喜喜，国度荣耀属你。俾心心，俾哈哈笑我哋，我哋自己真係覺得呢首歌真係越唱 越激動，即自己會 flow 啲和音落去，自己會 feel 啲嘢落去。因為我覺得係有陣時候我哋都需要有啲歌嚟去為我哋打氣，同埋因為我唔知道而家嘅年輕人係點啦，因為我老咗啦。你隔離有兩個，係啦，所以係應該訪問一下佢哋嘅。其實他們兩個都是很有夢想，很有一些事想做，心裏面很有 passion， 還有很有一些才幹的。所以呢，其實當我在網絡上去遇見他們的時候，我就很自私的，立刻要結識他們，是不是？結識？不要說到這麼黑暗性的不是，真的我很想就是我們鼓勵多些年輕人因為我自己，我們 Mew & Honey 呢都是這樣給我們的前輩來去鼓勵 去讚我們，去陪我們去成長，去給我們有機會來去服侍，以及發揮到即是、我們在神的國度裡面我們有份。所以我很想當我們有少少的影響力，即是我們的影響力沒有其他三個字機構那麼大了，但是我們都很想盡我們所擁有的能力，我哋嚟去讓後生過我哋幾年嘅啫，都係幾年嘅啫，
嘅年青人，唔需要咁強調，單位數字嘅分野，你去發揮一下嘅，係啦。咁咧，不如就邊個準備好分享？冇人準備好。好啦，咁啊。Alfred 啦，男仔係咪？其實我覺得你好勇猛。唔係，我哋真係好欣賞，即係咧佢咧自己一個人影相，自己一個人寫歌，自己一個人作曲，自己一個人唱歌，自己一個人將啲歌 upload 上去 Spotify、YouTube、仲有 Apple Music， 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去率先去進入去啊，即係免費俾啲歌人聽嘅一個地方。當然有些要收錢的，係啦，即係你可以買咗佢支持佢啦，咁但係仲要寫曬粵語嘅譯音，哇係喎，好恐怖啊！即係嗰啲ESENG 嗰啲扯動嗰啲咧，有 converter 啊嘛，你識 convert 啊嘛，我係咁嘅做，係咪先 converter 啦？咁 Alfred， 不如你分享下點解即係你會有一個衝動去做呢件事呢？即係因為其實你做緊讀緊書啦，咁有好多嘢可以做啦，例如 FYP 啦，係咪 Final Year Project 啱啱係啦，即係有呢啲嘢要做啦，好多嘢纏繞住啦，教會又服侍，點解你都仲要去寫歌作曲、post 歌，同埋仲要拍埋 MV 添，好靚仔。唔係，其實一開始做嘅時候咧，係冇諗住做咁。多嘢嘅，係啊，開始就係諗住做下，咁玩下啦，試下啲 cover， 試下去，係咯，寫人去編下人啲歌啊，轉下啲 style 啊，但係做下又覺得，咦，好似幾啱自己喎，因為嗰陣又係咯咁啱，因為入咗間唔係，其實係自本來想入，唔係幾想讀嘅，後來發覺唔係幾想讀嘅會計，咁即係就有對比啦，啊，原來。係咯，留喺屋企做啲呢啲嘢係，哦，即係唔想上堂啫，係啊，咁開心嘅一件事。我哋係好正氣咁，我哋係鼓勵人讀書嘅，但係你可以入神學院讀 ，OK？ OK OK， 好，我繼續。係啦，咁跟住就發覺，哦，原來自己都幾中意去喺音樂啊，喺media 呢個方面去侍奉神，或者去做呢系列嘅一啲嘅敬拜嘅嘢咯。咁跟住就係咯，越做就後屘有人同我反映就話，其實我覺得你做 cover 之餘咧，其實可以寫下自己歌啊，都可以係咯，唔好用人哋啲歌啦，有自己嘅歌係好啲，因為係咯係唔同噶嘛，有創作係。跟住就開始去寫下自己嘅歌。係，可唔可以俾啲心心佢啊？俾心心佢，我覺得真係 Alfred 真係好勁，同埋咧佢自己編嗰啲曲啊，嗰、那個曲式咧，其實都偏近西方敬拜嗰邊多少少。佢特別咧出咗一個系列咧，其實係純音樂嘅系列，喺 YouTube 都有得聽，但係 Apple Music 可以買 ，Spotify 可以有得聽。我覺得嗰啲音樂咧好適合咧我哋靈修嘅時候，一路播住墊住底，慢慢地浸淫喺一啲嘅音樂嘅裏邊。等我哋自己再放鬆多少少，再去靈修咧，其實好正。即係我睇 YouTube 咧 ，search 下啲靈修音樂咧，點擊率好高，我就發覺其實啲人好中意播住音樂靈修。咁所以其實我都好欣賞 Alfred 去做呢啲嘅東西，所以再俾多啲腳，俾多啲心心佢，好欣賞佢。咁今日咧佢會帶咗一首佢自己寫嘅歌嚟去同大家分享啦，係咪？系，系啊！呢首歌叫咩名啊？去路，去路，系啊！有咩去路啊？系啦，OK， 系咪即系点解会写去路呢首歌？会唔会即系你生命真系经历紧啲境况啊？系，其实写呢首歌嘅时候系咁啱有啲可能系人生嘅一啲低谷啦，或者唔开心嘅时候，跟住系咯。通常寫歌都是不開心的時候寫的，黑暗的時候寫的，所以這首歌都很黑暗的開始。祝福你多些東西，說一下。不是，Alex，你不如你說一下，即是你寫歌的時候，你經常都是有問題問神，跟著呢？是的，即是其實有問題問神，神就藉著一些的創造的靈感，回答回我一些的問題。那我想其實可能去路都是神帶你的一個方法。是的，有時寫一下歌有不同的看法，或者
係咯，更加明白自己面對緊啲咩，或者可以透過詩歌去。反而有時候我覺得經歷一啲嘢咧係好事，因為可以係咯，用更加用詩歌去祝福其他人，或者去用嗰個心境去明白其他人。嗯，好。咁我哋事不宜遲，我哋聽下呢首《去路》啦。走身迷途，谁能替我解心中困惑？我看不到这去路，而泪于心底翻滚煎熬，从历经悲伤身心尽寒。我看不到这去路。你唔 repeat 嘅咩？我唔知道。OK， 俾掌聲先，係咪先？呢首歌我都覺得係好正。咁啊 ，acoustic 地去演繹就一個正啦。但係聽翻佢原版佢自己嘅，加咗少少 EDM 落去嗰個 feel 咧，真係不得了。我喺下邊咧，我已經 post 咗嗰、那個佢嗰個原版嘅嗰個 YouTube。咁啊，大家記得去聽。衝破點擊率係咪？同埋幫我撳 like，OK，like 佢嗰首《去路》啊，
係啦，因為呢首歌實在太正啦，我哋要支持年青人嘅係咪？雖然我都係年青嘅，所以支持埋我哋 Milk and Honey。好鬼仔喎，你啲歌係嘛？你啲歌係啲歌 provision 嚟，你長想唱英文嗰種 feel 咯。我聽過英文歌，你咪又用英文作咗先，一定係用英文作咗先。冇，好正嘅首，真係正啊！不如唱多次啦，唉。對了，我剛剛先洗甩了 Matrix 的日文那些好唱得試唱得試過來學你這首剛剛學識你就軟不行多謝、KH 幫我們 post 了一個歌詞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是啦身心盡我看不到這海浪自我信心寡過是你腳叫着我前面困險雖多你卻帶領我衝破但你卻叫喚我落去前路險阻自我信心寡過每次都是用氣勢離去沒錯這首歌真是正的非常之好 OK 好接著訪問完 Alpha 之後呢就訪問 Christy 了
OK， 咁不如你講下你做緊啲咩嘅？我做緊啲乜嘢？你話工作啊？都可以啊，都可以。都得嘅。係啊，你就係開緊 live 咯。哇！做緊啲咩啊？我而家開緊 live， 咁我就一直都有幫 Milk and Honey 去同佢哋一齊去大敬拜咁樣啦，咁好感恩。咁由大學開始，唔係應該話我由中學開始就已經有去表演啦、唱歌，哇！啲咁深情啲，幫助你啊嘛，即係由中學開始就已經玩音樂玩到而家出嚟做嘢啦。咁但係去到即係大學，我覺得去到最高峰就係即係有機會可能喺大學嘅歌唱比賽裡面去表演啦，唔係比賽啦，跟住去到出面嘅歌唱比賽嗰度去去比賽啦。即係對於我嚟講係我而家呢屆幾年生命裡面音樂上比較最高嘅一個位咁樣咯。咁但係去到後嚟我就已經冇再即係玩出面嗰啲歌唱比賽啊，或者係唱好多流行曲，因為即係對於我嚟講咧，就其實意義唔係好大咯。即係屋企都有啲獎杯嘅，但係有啲啊，喂，而家攞嚟栽糖。係咯，但係我覺得冇乜意思咯。冇乜意思。係啊，反而我諗其實真係好老土咁講句我活著嘅生命真係為咗神咁樣啦，咁我俾啲 like， 俾心心佢啦，係咯，咁我好希望我所唱嘅嘢都係榮耀到神啦，同埋歌頌到神，咁所以我去到大學中段時間其實已經係離開咗一啲 pop music 啊，即係而家都會聽嘅，但係聽少咗好多，反而就聽聽到個詩歌啦，同埋都好投入喺詩歌敬拜裏。OK， 咁我同 Christy 嘅認識咧，有一次啦，佢喺大學裏邊咧有個好大型嘅一個嘅福音嘅機構啦，咁佢喺裏邊當中嘅一個成員啦，就係學傳啦，學傳咧就去咗我服侍嘅機構裏邊咧去，即係有啲交流啊。有啲我又去分享一下我哋 Alpha 嘅片點樣，即係用 media 嚟去傳福音，點樣去詮釋，點樣去解釋，即係將一啲福音嘅元素，我哋化翻一啲生活嘅例子。咁我哋就喺當中去分享啦，同佢哋講下啲 media 嘅嘢點樣去做啦。咁咧喺當中嘅時候就認識咗 Christy 咁樣。咁佢之後都想再即係學多啲嘢，了解多啲成個 media 上面點樣去運作。咁於是 media 唔係唱歌，係media 都唔係唱歌。咁我作為一個正常嘅人，係會睇人 Facebook 噶嘛，係咪？當其時，咁所以咧我就睇下佢 Facebook 啦。咦，又碌下啲片喎，見到佢唱歌喎，哇，不得了啦，真係。係啦，大家唔好去佢 Facebook 睇佢嗰啲唱歌啊，真係，可能佢會好紅面嘅。紅面。係啦，咁咧就係喎，咁跟住我哋即係 Can Not Hear Me 嘅時候都好多出隊啦，你 Milk and Honey 都有好多出隊，咁我都好想認識佢嘅時候，了解到佢過去點解想放低唱歌 pop music， 但係而家又好想即係用，即係就算有機會，佢都會好想用音樂嚟去服侍神。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呢啲咁多機會，但係又食唔曬嗰啲，就應該要留翻啲出去嘅，係啦，即係呢個恩典嚟嘅，即係天父讓我哋有好多服侍嘅機會。其實亦都俾我啦，我哋幾個，我哋出邊識好多弟兄姊妹嘅時候，我哋覺得我哋有責任去拉大家一起來去參與在這些機會裡面，有成長的時候大家可以獨立的來去再影響其他人，那就離開回咯。但是我們之間是有一種互相聯繫、彼此成長、一起進步、我覺得路呢一個人走呢是快的，可以，但是你想走得遠呢就要一班人一起走，所以真的很想跟很多年輕人小我們幾年那些一起走，是吧？正，唔係文聰成日都係咁講啦。文聰話我哋細佢幾年噶嘛，係咯。我哋就咁樣話，我哋大過佢哋幾年咯，只係。但我哋大家都係好年輕。係啦，冇錯。係啊，咁所以係啦，嗱，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去支持啦，冇錯。係啦，咁你而家自己係做緊啲咩㗎？
我做緊藝術教育嘅工作，但我唔係老師嚟嘅。嗯，係啦，我都唔係老師，我都做好多教育嘅工作。係啦，Stanley 就係老師啊，佢教彈琴嘅工作嘅，教人彈琴啊嘛。係啊，定係教人教彈琴啊？教彈琴，教彈琴，好犀利啊！咁藝術教育會做啲咩咧？即係我覺得好少人會掂到呢，即係呢個 aspect 嗰啲嘢。哇！呢段故事好長喎，因為咁啊 ，make it short 啦。O K， 其實咧，我人生或者係神俾我嘅呼召咧，就係即係關於宣教嘅，所以其實我要低調啲嘅，因為我唔係係咯，即係。盡量低調啲啦，就係、是、死啦！係啊，我而家好高調，我成日想佢高調啫。我今日先聽到佢講想低調啲咋，你冇同我好好分享啊 ？Sorry， 上鏡先嚟講低調。係咯，家教仔啊 ，OK OK， 即係我諗簡單啲嚟講就係我想用藝術呢樣嘢去 serve 人啦。咁藝術包括visual art 同埋有 music 嘅，仲有好多其他嘅 form 啦，咁。呢兩種我係比較容易接觸到，同埋我係比較中意嘅，咁就係咯，盡量即係投入啦，同埋去繼續去鍛鍊自己咁樣咯。咁而我自己好中意喺 Music Honey 嗰度唱和音嘅，因為即係過往咧喺一啲歌唱比賽或者平時即係唱歌就即係唱主音咁樣，但係我唱和音嘅時候咧就即係我覺得好低調啊，咁好低調就好中意，同埋我自己好中意聽嗰個 harmony 咯。唔係，其實我係欣賞佢有呢個諗法，但係又覺得好好笑。所以次人咁同我講話，好中意唱和音，係邊個啊？就係 Gabby 啦。我唱歌老師 Gabby 啦，佢話平時唱緊主音。係啦，嗱 ，Gabby 即係邊個咧？就係玻璃海嘅主領。Gabby， 你成日啲玻璃海嗰啲 live 嗰啲咧，棟喺中間大勁快，啱啱又大住肚又抱住 B 嗰啲咧，佢就係好靚聲嘅嗰個主音， yeah. 但係佢好中意唱和音，係嘛？係啊，所以Stan，你係咪好中意彈伴奏啊？係啊，唔係中意目標係彈 bass 人哋。啊！我哋耽誤咗佢啦。係，我哋耽誤咗佢。我就好希望人哋可以透過我哋帶領者去遇見神咯，喺敬拜，喺音樂敬拜裏面。非常之好，希望即係大家祝福佢啦。即係呢條路都唔容易行㗎，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呢作為零零後啊、九零後啊、零一後啊嗰啲咧，零一後，你唔係啦，係啦，你唔係。即係我覺得，如果教你而家你係喺教會裏邊係長輩，係有。是有一些權力的，是有一些空間，不是操控，但是是有影響力的。其實我們很多年輕人，他們都很多的夢想，很多的東西很想發揮出來，但是即他們有傻勁， 是我們作為年長的可能隨時沒有，因為我們有很多生活的考慮，我們有妻兒，我們有自己的工作，我們有很多的考慮，但是他們還有一股傻勁的時候，我們怎麼幫助他們將這股的傻勁結合埋勁好嘅 support， 真係令到世界帶嚟一啲嘅影響力咧。即係其實唔容易嘅，即係教會裏邊有好多又要考慮資源啊，又唔啲剩啊咁。但係我想講，要發夢咧係真係唔使錢嘅，你肯發就得噶啦。咁但係你俾少少即係生命嘅 support 啊，支持啲年青人嘅時候，鼓勵一下佢哋啊，係咪？係咪？即係變到佢唔想咁出面嘅時候，就低調啲啊！而家呼籲緊啊，呼籲緊啲人去幫助我哋。唔係呼籲，呼籲幫助我哋先。你唔好諗咁多住，我哋都好年輕嘅。係啦，咁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好似頭先 Chris 所講啦，即係佢好多嘢佢想做。甚至想諗住去到外國嘅地方，或者離開香港呢個地方嚟去做一啲關心嗰個地方嘅人呢啲工作。我覺得除咗因為愛之外咧，諗唔到其他嘢。即當然佢一定好中意佢嘅工作，佢嘅技能，亦都係對嗰個地區嘅人係有一份愛。咁咧，所以咧接住落嚟咧就唱第二首歌俾大家聽啦。咁呢首歌咧係啦，有人呼籲啦。大家的一元是可以幫助 Christy 繼續發夢
如果有一天呢他需要籌款的時候，我們 Milky Honey 呢是會完全 100% 來去 support 的，可能幫他出一隻專輯啦，或者幫他搞一個畫展啦，咁到嗰個時大家記得支持支持 ，OK， 嗯好啦，多謝主，係啦，咁啊我覺得就係唯獨上帝嘅愛啦，係嘛，咁我哋一齊，即係呢首歌咧就係新 music 嘅最新專輯裏邊嘅其中一首歌，叫做《唯有你的愛》，係咪啊？係，係啦，《唯有你的愛》，咁呢張專輯咧不得了啦。我啦，同埋 Alex 啦，都係有好高度嘅參與喺裏邊嘅。我咧真係好欣賞 Brenda， 佢咧邀請咗我成為其中一首歌嘅主唱，真係我覺得好好好欣賞佢，即係佢咁有勇氣咯。即係我自己自問唱歌唔係特別好聽，但係咧，即係我記得我喺嗰個聚會裏邊都有咁樣分享。咁但係咧，啲人咧即刻咧留言咧喺 UK Honey 嗰度咧留言翻咧話：，哎 match 曬，其實你唱歌好好聽嘅，我覺得好有愛啫。係啦，呢只最新嘅專輯，係啦，最新嘅專輯好靚嘅，燙咗金嘅，有粉紅啊、粉藍啊，有山啊。咁靚係邊個設計㗎？一定係上帝賜下嘅意念。係啦。咁呢張咧專輯咧係我同我老婆幫手為新 music 咧嚟去 design 嘅，我覺得即係我其實夫婦一齊同工同男女朋友一齊服侍，其實都係一件好美好嘅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記得之前新 music 啦，新 music 裏邊呢只碟咧裏邊咧係有咁十一首歌嘅，係啦，呢度寫住十二，點解咧？因為有一個純音樂嚟嘅，咁咧就十一首歌。咁咧好多歌咧都係好適合喺崇拜裏面去唱嘅，即以前 Brenda 嘅嗰啲歌咧，好多時候都會侵咗好多佢嘅個人嘅生命靈命上面嘅經歷落去啦。有時候擺喺崇拜唱咧係難啲嘅，擺喺報道會唱係 OK， 或擺喺啲憤興聚會裏面唱都 OK。但係今次呢張粵語成張都係粵語嘅專輯咧，就係崇拜同埋敬拜向度多少少嘅。咁大家可以去各大嘅書室裏面咧，應該有一隻 demo 可以聽下嘅，或者上網我陣間都 post 翻條 link 啦，有試聽嘅。咁大家聽到覺得中意嘅，記得買碟之前，係啦。咁唱首歌之前咧，就都係唱首歌先。多謝咧，去到呢個時間咧，繼續留喺度聽我哋唱 live 嘅朋友。咁咧，希望嚟緊呢首歌咧，都係可以送俾你啦。呢首歌咧叫做《唯獨你的愛》，係講緊咧神唯有你的愛 ，sorry 係唯有你的愛 ，thank you，thank you， 係啦。咁啊，我哋聽下呢首歌。把我浸淹
的我，十架舉起的耶穌，被鐵釘穿過又救贖我，一隻好好聽嘅歌 ，OK， 裏面仲有好多首嘅。真係鼓勵你快啲買完之後，真係翻去教會個大敬拜。OK， 係啦 ，Alex 講下點解我哋要買碟？哇，大佬真係好難搞啊！買碟。其實咧，我哋真係知道咧，其實大家咧係越嚟越冇 CD 機、CD-ROM 喺你屋企裏邊去出現。包括我都係。其實唔係我自己工作需要，我都有好多。咁但係點解我哋都繼續去？因為壞了一隻要換一隻是啦，因為即我 有一個電台節目啦，所以我都會有時候播歌要將碟啊即播啊錄啊咁樣。 Anyway， 點解我哋仲要繼續去買碟？點解我哋仲要繼續出碟呢？幾個原因嘅。一，出碟證明我哋好認真去對待呢件事，我哋願意為著呢啲嘅製作、呢啲詩歌去投放我哋嘅資源，希望做得好，有一個靚嘅 presentation， 即係等同於有啲教堂，其實喺邊度聚會都可以嘅。你天橋底可以敬拜神，你可以喺學校可以去敬拜神，冇問題。
但係點解有啲教會佢願意邀請一啲可能喺主裏邊嘅弟兄姊妹喺個禮堂裏邊攰一啲畫，設計得好靚？其實佢哋都好想用唔同嘅 multimedia 嚟去將神嘅故事嚟去 deliver 出嚟。我相信出碟其中都是其中一個方案，因為出碟有 designer 啦，有編曲的人啦，有負責裏面啲文字的人啦，每一個人其實佢哋都好想將呢只碟好似一個祭、一個敬拜咁去獻上，即係你打開裏面，你會感受到設計師佢點樣去將神嘅故事融入喺個設計嘅裏面，讓你打開嘅時候，讓你聽呢啲音樂嘅時候，對神的作為啊，或者對在你生命裏面的感動咧，會特別有共鳴。其實我哋作為藝術家啦，創作人啦，我哋其實我哋用不同的 media， 我哋都係好想做到呢件事，就是用我哋自己嘅專業啦，我哋自己覺得自己我哋都唔錯的一啲嘅才能，奉獻翻俾神，在神的工作裏面我哋想有啲參與。咁所以如果有啲機構佢出碟出 CD 嘅時候，如果其實講緊可能大概四杯 Starbucks 到啦，你唔飲四杯 Starbucks 咧，你就買到一隻碟噶，OK？ 你只需要唔想講你捱麵包咁，其實你一定買，即係其實我講緊買一隻碟，其實唔係一件令到你個銀行會破產嘅一件事，但係如果你唔買啲碟。可能機構就會破產，可能 Blender 就會破產，我哋就會破產。我哋破產唔係最大問題，但係真係當冇曬廣東話詩歌，當你崇拜面，你三首敬拜你用曬國語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可以仲繼續去將依個廣東話文化，將我哋最土生土長對神嘅愛慕，用最我哋最熟悉的語言去敬拜神？呢啲一切一切係咪仲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咧？咁我其實係好擔心，即係尤其是我有時翻教會真係三首都係國語詩歌嘅時候，我四首添啊，係啊，但係即係唔緊要嘅，即係每一代人其實有佢哋感動佢哋嘅詩歌，但係我覺得我哋呢一代，我哋好想重拾翻用粵語用一個自己最真實嘅自己嚟去敬拜神嘅嗰個最簡單嘅自己咯。咁所以點解我哋 Milk and Honey？就算我哋要 cover 嘅，我哋都 cover 粵語嘅版本。我哋自己寫嘅，我哋都係寫咗粵語嘅版本先，因為我哋好想祝福咗我哋身邊嘅朋友先，即係香港裏邊。即係神如果有一日祝福我哋，讓我哋嘅音樂，讓我哋嘅創作，讓 Alpha Christie 嘅創作可以祝福到其他國家，呢啲係其他嘅事，即係之後嘅事。但係我哋依一刻，我哋好想嘅係祝福我哋身邊嘅呢個群體。讚美之泉嘅歌唔係唔好啊。但是他在他自己的熟齡背景，他自己的那個社會背景裡面寫出來的時候，放回在他們那個國家來去唱，其實是 OK 的。但放回在香港唱的時候，人們就會覺得離地了，因為我們的社會背景，我們那個熟齡的狀況其實很不同，所以我們香港這個地方應該要有這個香港裡面的人對社會敏鋭，對大家的屬靈狀況敏鋭，對神的說話敏鋭的人來去寫回這個時代香港需要有的詩歌和敬拜的音樂，哪怕是for聽的，for一起唱的，崇拜用的，報道會用的，喪禮用的，結婚用的。有個弟兄姊妹問我，他有個親人死了，他喪禮，他很想想想唱什麼粵語詩歌，他知道我熟悉粵語詩歌，所以他打電話給我問唱什麼歌好。我有少少呆了在這裡，我真的想，哎呀，真的沒什麼，即是喪禮適用的粵語詩歌，即是我新一點，他不想唱太舊的那些。所以如果你今天很有感動，去為一些特有的聚會，特別的屬性的情況寫那些詩歌，我覺得你向神祈多些禱，求神給意念你，給創意意念你，你去 fill up 翻呢個 aspect，fill up 翻呢個地方 ，OK？ 即係我好支持你，我好支持你，係啦，或者你支持我哋寫又得，係啦，即係我哋都會咁樣做。好，咁啊，最後啦，我哋唱翻我哋 Milk and Honey 嗰首新歌 ，OK？ 係啦，嚟去做結束啦，因為我哋都知道時間都少少夜啦，現在已夜深啦，係啦。少少夜，咁所以咧，我哋唱翻我哋 Milk and Honey 首新歌啦，叫做
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呢首歌真係不得了。咁咧，如果 full band 嘅時候咧，更加不得了。但係呢首歌咧，會收錄喺我哋邊一個 volume 嘅專輯咧，應該最少三或者四噶啦。所以咧，大家就等待一下，聽住 live 先。係啦，好。呢首歌咧係 Alex 作嘅。我好欣賞呢首歌係好表達到我自己裏邊一個嘅渴望，就係我哋每一個年輕人，我哋都需要擁抱住神俾我哋嘅意象，同埋要勇敢行出嚟。好簡單嘅道理，阿媽係女人嘅道理，但係有時候我哋都俾香港一個咁現實嘅社會裏邊嗰啲尺啊、嗰啲嘅規矩啊、嗰啲限制嚟去限制咗我哋自己一啲嘅夢想。如果你身邊有人是願意發夢的，你得閒搭下佢膊頭支持下佢，或者你有嘢想發夢的，找啲人搭下你膊頭支持下你。呢首歌就係好想跟大家一起支持下嘅，啊，彼此慰勞，同埋跟住個火會越嚟越勁嘅。如果你見到一啲問題，你係可能一啲群體入面見到啲問題，好多年你解決唔到，你試好多辦法，好多努力。我鼓勵你可以好像這首歌一樣，你向神去求意象、求方向，求神的手親自去成就一些事，因為很多時真的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一些事。好啊，我 post 了歌詞的，即是如果想跟著一起唱可以一起唱，好嗎？除掉黑暗，但乱世里充斥了颓和败瓦，你可否听到我呼喊？你荣耀光临，号召你的子女同负十架，歌声在全地奏响，万世君王。夠膽夢想，話佢自己唔得嘅，你控訴緊佢嘅，捆綁住佢嘅。我哋今日咧好想咧求主你嘅力量咧傾倒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邊，讓我哋咧得著咧你嗰個咧永活嘅盼望嘅時候，好似歌詞所講，光係除掉黑暗嘅光，你咧嘅光咧去光照住我哋每一個人嘅時候，當我哋咧呢班發光嘅人聚集埋一齊嘅時候。我哋就成為教會，我哋咧唔係咧翻咧教會咁簡單，而係咧我哋將教會帶到去人群嘅當中，我哋嘅學校，我哋嘅翻工嘅地方，我哋嘅屋企，
主人你的意象不是那么简单，你创造我们每一个都是很独特，有你的样式，有你的创造力，有你的带领力，有你的带领、教导力，还有你的美，你的善，你的谦卑，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当我们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着这份的意象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的国，你的旨意，你的信念能够在这个地上里面更加更加的去彰显。主，我们需要你更加多，需要你更加多。主，求主你给我们见到你的意象，见到你的方向。除掉黑暗，但愿世里充斥了颓垣败瓦，你可否听到我呼喊？你荣耀降临，护照你的子女同负十架，歌声在全地奏响，万世君王从黑暗世代里放出光芒，覆盖这地方，离老得释放，瞎眼更得看见，如我心紧相依恋，听见你斋念，求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正让我看见，心力全然奉献，能在这荒土作心作战，全是你恩典。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释放，瞎眼
好。咁今日咧開 live 嘅時間咧就去到呢度啦，知道大家唔夠喉嘅，但係冇啊嘢。希望下次你祝你為我哋祈禱啦，等我哋有新歌嘅時候，我哋再可以開 live， 咁就可以又唱多啲新歌俾大家聽。報告下，咁咧我哋嘅歌咧就交咗俾一啲編曲嘅人咧嚟去做編曲啦。我哋嘅新碟咧希望真係可以趕得切書展裏邊咧去推出。咁咧我哋會有六首嘅歌喺裏邊嘅。咁啊，大家為我哋祈禱啦！呢個係一個小小嘅 update 咁樣啦。咁如果你好想用奉獻嚟去支持我哋出呢只碟嘅時候，因為我哋粗略估計咧，我哋出呢只碟咧都需要係啦，需要六位數字嘅錢嘅。咁啊，真係好實際嘅需要。但係我哋有信心嘅，我哋有信心嘅。咁我哋揾到有機構會幫我哋出奉獻收據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好想用錢嚟去支持，用資源嚟去支持我哋出碟嘅話咧，歡迎咧你去 inbox 我哋嘅。咁啊，我哋多謝幫我哋處理奉獻嘅機構啦，因為佢哋都對我哋有好大嘅信任。呢個都係即係前輩佢願意嚟去即係遮蓋住我哋嘅其中一個嘅好大嘅幫助。好，咁啊，今日開 live 去到呢度，咁啊，下次再見。拜拜。未 stop 到啊，未 stop 到啊，完成啦，完成。